这次大公子，都有共同的喜好。是啊，这四大公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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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有共同的喜好。是啊
哈哈哈哈哈哈！盛公子，寡人可等你多时啊！啊，在下也是久仰王上的风仪。哎，啊，盛公子，啊，这是我秦国新任职丞相，见过秦相，见过公子，都入座。谢皇上，请来，请来，请来。 盛公子，可知我秦相之由来？这个嘛，在下不知啊。那本王讲给公子听。好。自古周文王得吕尚，称子为太公；齐桓公得管义，称子为仲父。我秦国之张禄嘛，就是王上之丞相。 哎，不只是丞相，乃是寡人视之为兄弟的哀求。哦，如此，在下倒是失敬了。哎，不敢，乃是我王对臣的谬赞。盛公子。 本王想问盛公子，若本王兄弟的仇人在公子府上，公子该当如何呀？大王说笑，在下的府上。 怎么能有丞相大人之仇人呢？哎呀，盛公子中意，想必家中留的人太多了，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了。丞相的仇人叫魏齐。 原是魏国丞相，盛公子，魏齐可在公子府上吗？大王，魏齐确是赵胜之友，何况我们已结交多年，倘若魏齐得罪了秦相。 藏匿在我的府中，我赵胜也绝不会把他交出来。更何况，他现在根本就不在我的府中，啊！盛公子果然名不虚传。不过，在这个世上。
并非所有人都像公子一样。哎呀，寡人给赵王写了封书信，圣公子不妨听听。愿闻其详。王上之书在秦，范君之仇为其在平原君之家，王上使人疾驰为其来，不然吾举兵而伐赵，且不出王上之书于函谷关外。王上，你这是挟持本公子，你要挟我王吗？是。圣公子放心，寡人既邀公子来共饮同乐，只要圣公子喜欢，寡人便可让公子天天如此。哼，王上，你以为可以得逞如愿吗？圣公子以为贵王是否会疼惜公子性命，将寡人要的人头送来？不会。哦，那圣公子可敢与本王搏赌一回？赌又何妨？好。诸位听着，今日本王与圣公子搏赌，若本王输了，天天在此设宴与大家举酒共欢；若圣公子输了，圣公子赌什么？若是本公子输了，我从即日起留在咸阳与秦王牵马之斗。好，诸位共饮此决。请。圣公子请。请。微臣的小小私怨竟让我王如此费心，微臣就是万死也不能报答我王的恩情于万一。起来吧。谢王上。此事寡人的确是为了你，不过寡人另有他途。寡人想通过此事看看赵国君臣究竟何许人也。我王用意何在？放眼天下，能与我秦国相抗衡的唯有一个赵国，而秦赵两国之间早晚必有一场恶仗，如今先试其脚力一番。正所谓知彼知己而百战不殆。我王真乃当世明主啊。丞相，赞扬之言人皆爱听，只是偶尔说两句方见其好处。微臣怎敢欺瞒我王，微臣之言自此发自肺腑，有感而抒啊。好了，去吧。诺。
我们快走吧，我家公子担心会有死人，早为丞相准备了逃生之路。多谢。 人没抓到，是，好，这样好。召回秦王，接秦王书信后，稽查王叔宅邸，西湖不见魏齐之踪影，还望秦王细查其详。所闻有误，亦未可知。本王王叔逗留咸阳。 还望秦王费心关照判，都记下了。书承用玺，诏发。诺。玉清，玉清啊，玉清，魏丞相，救我呀！ 快快行起！救我呀！赵姑娘，你是不能跟来了。依我之见，回你的魏国去。玉清啊！ 家何人？何事啊？老人家开门啊！老人家，我是赵人，他是你们魏人呐。今日啊，有一急事，急需见魏无忌公子一面。哎，那大人当去大梁啊，去无忌公子府上才是啊。我却有些难言之隐。 不必亲赴无忌公子府上，所以请老人家帮个忙，烦请老人家代劳走一趟。大人有难，便是路人也得等救急呀。只是我等平民，哪里见过公子王侯啊？ 无论何等大事，从草民口中说出，公子岂肯相信呀？哎呀，老人家贤明啊！老人家，就乘此车前往，无忌公子啊，当任的此车。 将此物交与无忌公子，只消说魏齐二字，他便定会跟你来见我。好吧，那老朽便走一遭啊，请二位大人在小院展信。啊，多谢老人家，我走。
老朽受人之托，求见无忌公子。你说你是何人派来的？派草迷来的人，让草迷跟无忌公子说“魏齐”这二字。 青，老人家，派你来的人还和你说了些什么？没别的，就是说，无忌公子看见此物，定会随草民去见他。启禀大将军，赵相来见公子，定是为其事发落难，已走投无路。莫非秦王追到赵国？ 要为其丞相的头颅，秦王仗势欺人，定是如此。看来赵王亦不愿有所担当啊。赵王不会，我王更不会。公子若见了于青，那个为其，公子留也不是，不留也不是。劝公子还是不沾惹这麻烦为妙。 老人家，你回去和那位先生讲，无忌以为此事关涉赵魏两国之安危，还望另寻他途为妥。公子言多，草民记不下。你便说，此事难为。 先生，为何发笑？我是笑无忌公子枉为四公子之首，天下人我一并算在内，不过被以虚名所惑。<笑>先生在嘲讽本公子。岂敢？我只是为于青感到叹息。于青虽处浊世， 可乃真是豪义冲天。回首当年，于青脚踏草鞋，肩披羽篷，第一回见赵王，赵王就赐他白璧一双，黄金百两；第二回见赵王，赵王使他为上卿；第三回见赵王，就得相印，封万户侯。一人见赵王三次，就得如此高官厚禄。 天下人皆想知道，此人究竟有何能、何德。可如今，我终于知晓，想那魏齐原是我魏国的丞相，走投无路投奔于青，于青当即解下相印，弃万户侯之爵位，陪魏齐一同亡命。而他来投奔公子，是因他信公子如他一般重情薄利。可惜他瞎了眼，如同我一般。 敬备公子的虚而不实之名所误。在下无能，救不了魏赵二相之命。不过，在下愿和他们死在一起。告辞。等等。先生一言如雷轰顶，本公子知错了。请随我来。 我来了，丞相。
委屈丞相，上将军啊，你就不能早来一步？丞相，都怪无忌来晚了。他以为你不会来，除了文清自觉，天下无容身之处啊！悲悲！都怪我，丞相您是何苦啊？来日，朕为上好的棺椁，厚葬丞相。算了，人已死，厚葬还有何用？不如用他的头颅去换回你姐夫赵胜的一条性命吧，丞相啊！丞相。我王，免礼，谢我王。丞相大仇已报。什么？看吧。诺王上。臣叩谢我王，臣将终生效忠我王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谢王上。这颗人头不好拿，是老天要送给你。诺。王上，赵胜赵公子可以回国了吧？走了。人头一到，他便出了函谷，奔赵而去。寡人料想，此生他再不会来喽。王上，臣方才看到人头，心生一计。我秦国大出之方略，已然浮现在微臣的心中。今日之会，乃是要议我秦大出之策。丞相已先行拟定了一方案，诸位先听其道来。本相来秦之前，就苦思我大秦东出之法。当今之事，秦国虽然新发生于天下，若齐而伐三晋，亦多为胜仗，然天下之事依旧未定，且是为何？又如何破之？
本相苦思冥想，反复斟酌，今日终于拟定出两策，献于我王。各位将军，沙场之战，本相不精。然而，我查阅了历年我军伐魏之战绩，本相是大惊失色，疑惑不解。诸位，帮我算算，秦国伐魏是否已有十次啊？本相是魏人，应该算得没错。诸位，十次伐魏，魏国为何还不亡啊？那是因为我军攻魏，只攻其地而未伤其人。本相也知道，此说法是违反兵书。孙子曰：“上兵伐谋，其次伐交，其次伐兵，其下攻城。”然而，本相却有不同之见。孙子所说“不出一兵一卒”，乃是伐谋的上策，而伐兵与攻城是乃下策。我看这错倒也不错，不过，其只论军务效率，而非国事厉害。当年武安军被困梁右之时，魏国已不是强国，可他还能与我军拉扯，最后竟然还能让我秦国割了地。攻城略地而未伤其人，给敌人以喘息之机，周而复始，战无尽头。秦国停滞不前，皆在于此啊。故本相今日所说第一策，就是勿独攻其地而攻其人，攻人毁其军力，才能伤其国力之根本。是故我军兵舰今后所到之地，切勿对敌兵怀有一丝的怜悯，单杀勿赦。丞相果然是三年不飞，飞将冲天，三年不鸣，一鸣惊人呐。多谢武安君夸奖。请问丞相，敌国之降兵平民也要杀吗？武安君何以负此疑问？是因为两军交战本来就是要杀人的，且要杀很多人。除非丞相所要杀的不是敌国士卒，而是俘虏和降民。哎呀，武安君，这不是让诸位商量了吗？丞相大人，兵者凶也，两军交战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差池，也会让成千将士丧命，更何况丞相所言之大方略，我等若不明其咎，模棱两可，这仗怎么打呀？武安君，本相主攻人，却是与你等兵家所论不同。兵家也好，儒家也罢，请丞相明示，这攻人之道是不是要杀降民？本相之意原为根据每战敌我战况来定事宜细则，既然武安君再三追问，今本相一语蔽之，本相只能说便是如此。丞相啊，如果真是这样，丞相以为此计可行，不会触怒天道吗？你好了，
白起，丞相所言，宫人之策，并非你所顾虑的那么残暴。他是想说，两军胜败，需要不择手段，弱其兵力。丞相，是这样吗？我王圣明，罚之策，降之令，不容有商榷之意，否则将不可执行。 若丞相之意被理解为不择手段，将士们该如何会意？又该如何执行？若再碰上降兵降民，是杀还是不杀？白起，你想说什么？降兵降民不能杀。为何？杀降杀民，不仅关乎人道。 还关乎王者王道。秦军以往攻伐，只掠其地，不杀降兵。如果改成攻城略地，杀降杀民，王上，白起真不敢想，我秦军将变成何等世族，我秦国将变成何等模样。白起，你所忧虑的，寡人明白了。此事。 还是按照军事战报来细论吧。丞相，说说你第二则谋略。诺，秦国要与大出，坐定天下。山东六国，先伐哪国，后伐哪国，是蚕食还是强攻，无需赘言。这需要一项全盘之策。本相之策。 指四个字：远交近攻。列国所在，何为远？何为近？我军欲要攻韩、攻魏，首先要与齐、赵结为盟好。如此，则韩、魏为近，齐、赵为远，是为远交近攻。诸位，还记得旧日齐国兴师动众，远攻楚国？ 破军杀将，辟地千里，而寸土之地未得，反而肥了韩魏，最终齐国被大破。依旧是虽进攻宋，而未远交秦，败于苏秦之策。今日我王不如远交而进攻，得寸则我王之寸，得尺则我王之尺。如当日赵国独吞中山500里之地。 功成名就而又得利，从此跃为天下之强国。好是好，对是对，国事也好，军务也罢，是远交近攻还是近交远攻，是不交而攻还是交而不攻，如此种种，应当全凭当时之时势而定。咱们能用“远交近攻”这四个字。 就定夺一切军情了。过于拘泥，反而会受其累。丞相，白起是武将，既在朝上议政，所忧之处所言不明，既是对我王的不忠，丞相莫怪。武安君乃是战神呐，本相自然敬重，岂敢怪责？ 啊！丞相所说之远交近攻，正如武安君所言，并非一应俱全之策。然，当下之局势。 寡人以为还是可用。且以往，我秦军东出伐战，总是要寻一名义；而今后，我秦军出关征伐，勿论他人之口舌，合天下，只杀戮，乃民心所向，大势所趋。此乃是天行健之，强者生。 王策天道，武安君，末将在。
秦韩之地，相错如秀，秦之有韩，如斗木之虫，乃是心腹大患。此次进攻远郊之首战，寡人已决意攻韩。白起，我秦国之战神，此战还需你领兵出征。诺。韩国的上党郡乃是一片山地围成的高地，号称天下之极。得上党，北可直取赵国国都邯郸，南可随时攻取韩地，更能东出踏平魏境，乃秦国大出之必争之地。嬴稷44年起，武安君白起率秦军先攻取了韩国之南阳、野王。南阳与野王皆是上党郡联系韩都新郑之枢纽，于是秦军通过不间断的连续作战，最终实现了隔离上党之意图。天下列国此时皆屏气凝神，谁都知晓秦王要一口吞下上党。秦昭襄王派出了两支大军，一支指向太行行，为吞并上党做最后准备；另一支指向荥阳，直接威胁韩国本土，迫使其不敢出兵救援上党。2000多年前的中原大地上，成千上万无畏的秦军士卒正手握长戟迈向东方，那是一片他们的君王心中早已想要征服的疆土。说话呀！啊！全都哑巴了！启禀我王，秦军已战野王，而我上党军与本土之维系已被切断，现秦军正攻我荥阳，攻陷通往成皋之路又被堵死。而北面太行山之要道已被切断，如此我上党守军已无法南下。大王一旦发兵攻伐荥阳，则我韩国就被割裂为三块孤地，而秦军则可各个击破，那时我韩国就真的要亡了。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就说怎么办。无计可施，只有割地求和，将上党割让于秦，使秦军与我停战。此时上党已在我本土之外，就此割让出去，保本土之安吧。也只能如此。杨振军，臣在。你这就去一趟咸阳，割让上党，平息此事。
谨遵王命。韩国与秦国签订上党郡授受之书。吹青草，白露成霜。